好，来我们看 SBP 2015了，它这一边它有一个船，然后它的 equation of locus 是这一个，然后它还有一个快艇，然后它的 speed 是它的 equation 是这个，然后它叫你找它的 intersection of point， 所以这种它 curve 还有 straight line 的这个其实就是普通的 simultaneous equation 而已。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个是你 equation 1， 这个是你 equation 2， 然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 from equation 1， 我拿到我的 x 等于 3y 减1， 这个放过去，这个变成我 equation 3， 然后 sub 我的 equation 3 into 我的 equation 2的时候，我就 2x square 2 3y 减1的 square 加 11y square 加23y 减1加 2y 等于0，2 9y square 减 6y 加1加 11y square 加 6y 减2加 2y 等于0，18y square 减 12y 加2加 11y square 加 6y 减2加 2y 等于0，然后18加 11， 它就会变成 29y square 减12加8，它变成减 4y 2减2、啊、这样就没有了哦，等于0。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可以把 y 抽出来，然后它变成 29y 减4等于0，所以我的 y 等于0，我的 y 等于429，然后我的 x 呢就会是等于3乘0减1，x 等于3乘429减1，所以我这一边它就减1咯，3是12 12减29减1729，这样减1729，所以它要我们的是 intersection point， 就是说你要写成 coordinate xy 这样，所以它的 intersection point 是减1 0，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减1729然后429，你一定要把它写成 coordinate， 你没有写成 coordinate 的情况之下呢，这一题就会被扣分。